是谢飞，我来自中国广西，然后我现在在哥伦比亚的咖啡地区，这里呢风景很独特，有很多不同的野生植物，还有2000多种不同的野生鸟类。然后你在这里看的背景呢，是这里独特的野生的树，然后我很推荐大家来这里参观一下，谢谢。